好，那么要来救失业潮，高雄市政府呢再度释出了200多个短期工作机会，那么总共呢有1000多人接到了面试通知书，今天一起在劳工局进行面试。现场情况如何？我们立刻透过连线邀请翁崇文告诉大家。崇文，请说。好了，目前面试活动已经开始了。这一次呢，高雄市政府总共有7个局处释出了278个工作短期的工作机会，总共呢寄出了1500封的面试通知书。那么算一算，录取率只有0.2%，事实上呢，这个几率呢是非常的低。不过很多民众呢都抱着呢姑且一试的心情来，那么也觉得呢这次能够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实在非常难得。我们来听听民众的说明内容。简单讲讲，简单讲讲，我去搞那扫地这样子就好了啊。他们有得好啊，没有得好啊，我不爱讲。做得很麻烦，那个我不要了，我很单纯的就好了，扫地那个就好了啊。你感觉一天800块这薪水？一天800块，我讲我嘛，我跟你讲，我哪有空会人家做得来当以前阮家的生活安尼就好啦。好的，事实上呢，这一次呢，短期的工作却主要诉求的对象呢，是一些二度就业还有中高龄的失业人口，也因此呢，在许多的条件上呢，事实上都非常宽松。那么主要呢，征求的都是一些这个劳力的产业，像一些清洁工或者是打扫、喷药，还有呢，在这个捕流浪狗的部分呢，也需要一些部分的一个人力。也因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呢，事实上大部分都是一些中高龄失业人口比较多。那么大家都抱着先求有再求好的一个状态，说能有工作做就好了。像是目前现场的情形，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